50年前的台湾，环境困苦，民风淳朴。
传染方，一壶茶水足够帮着老百姓做活，取得好印象。遇有善根气者，便一定就简的办法对这个话。所以来今天的
班开始，向中央五行三级公民前到一级公，再来一级公，三级公，坤到一级公，再来一级公，三级公。现在咱以热烈掌声来请张亮明来主持会议。请真理认识呗，前到即公，坤到即公，请坐下。虽然是老菩萨，
习的过程当中，那么伊无较早的做学习呢，我看嘛一定做侪。哦，咱的前辈者拢过去差不多三四十位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地学习呢，咱今年嘛考有七八个状元。哦，那么今年咱都有学三年级啊，学校拢还袂过半条的吼，咱的前辈者已经有人十六篇全部拢过好啊。亲像咱在座杨太太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迄个杨叶浅显，伊经常在教我啦，经常咱小姑看咱杨叶浅显，伊个十六篇伊是一个分了拢五百字，已经拢过。哦，那么分了我嘛了解了，咱李明波先生伊嘛拢过起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？不过啊，就是潜潜在就有这种能力，哦，啊，只是伊五百字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讲勤勉苦做。勤能辅佐，虽然他妈，但是伊通辅佐人个。就像咱个幼儿园三年来去问我话个时阵，伊一句咱个看一句哦，伊会伫遐连续练到三十届。哦，那么是练三十届了，伊记他卡来了后呢，无可能袂记起来。所以讲，虽然讲建议伊袂当了解到这套片，但是呢，伊有迄个先天条件点点，我话嘛轻轻会去来恢复。哦，所以讲伫用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嘛感觉讲，咱的前辈者更加爱精进，因为咱人生，像以前我甲咱讲，人生生死时代，生死这件代志，伊是伫咱肉体的生甲死，嘛是足重要。哦，咱如果当了解，咱的体力保养好势，哦，那么伫咱的出现，而且生死的性格，嘛足重要。亲像我阿公，甲咱爬山咧开讲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：“姐妈妈，为什么咱台湾世界上有这么侪囡仔？为什么今日这姻缘会发生在我身上？”伊甲我阿公问啦。那么我遐透过学校的研究，甲咱前辈的前辈，我阿海讲：“咱有一个因心不素的灵魂，咱有一个因心不素的祖先。”只是咱一世一世，搁一只六万多年，而且轮回过一个心，过一个心，吼、哦，也有一个体命。所以人家讲，咱人有归功是归心主义。所以有一个永生不死的灵魂，我安尼甲伊解说，伊讲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哦，无伊嘛常常伫咧心里面不能够平衡，就是讲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哦，所以呢，伫这过程当中，伫这是悲伤的这一年里面。诶，今年内底，我咱深深体会着讲，确实是有因果轮回的可怕，嘛确实有一个因生不素的这个灵魂。咱每一个人诶，拢有生在诶，来过去世，吼、哦，所依留着无形的财产。那么这遗产是善业还是恶业，也许是咱过去世咱所做。那么咱，我敢是讲，咱爱把握这世人，咱有限的这个生命。把握这有限的生命，赶紧行功立业，哦，赶紧呢，把咱自信当提升，互咱下当呢，讲真正幸运再来的时阵哦，忙去拄着迄歹的姻缘。那么当然，这是学校呢，甲咱最近共同分享。那么银行呢，不是学校学习的哦，是由咱杨明华教授，也就是咱的杨明华组长，今日是伊甲咱做一个专题的这个报告。那么当然，伫咱杨所长，咱会当了解，伊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，叫做尽职的，佮而且呢非常诚心的这个组长，因为呢伊是那是咱中营嘛吼。那么伫伊诶这个新当电话杨所长的过程当中，学校有时佮处理方针呢，那么非常的勤奋，举办各位诚心，会使讲呢。真正是咱伊个祖师会好，人讲伊个祖师会好多孙呐，非常尽责，非常的诚心。真像伊个照顾咱满岛，咱伊个这个咱满岛做个这个老菩萨，真正照顾到无微不至。上车去落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介地方就是啊，介伫满岛做个开座谈会是两对出来，真正一个老菩萨，一个在，伊去到门口在，啊未出来，搁出去，搁落去。真正不简单哦，哦，一个天道要有这种耐心，会使讲是不简单。那么，伊处理这个西北山的姻缘呢，嘛是拄好巧。
真正昨暝咱看到昨天我也困袂去，我昨暝嘛困袂去，因为呢，昨暝要跟嘉欣太太联络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徐小姐，伊的身体都无解爽快。那么伫这过程当中，就是这个周小姐嘛，去来讲，讲吼、哦，这吴贤呢，不管是还搁伫伊身边咧来观察，还搁伫咧来观察呢，伊也先看有退行吼。啊，就先我来找一个麻烦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因哥实在真正是可怕。那么咱好刚也，咱来问因哥，因为前面有先这个徐先生，伊会当连因哥的可怕，伊早耳神如鬼论的吼，咱也听伊讲，知影，咱有听过伊论，你也会知，伊是无神无鬼论的，有啥物今日知影因哥的可怕，不过啊，就是有刚也。有感应，那么各位先生，这一年是我先生，先生我怕做笔录的，好，不是因为我的心上，但是我怕嘛感应，哦，那么我心里一个，咱的工作会接应的时阵呢，我嘛真真紧张，尤其呢，我搁听着咱目前点万师傅比讲吼，啊，做音波师，我还感觉伊个波师啦，以前都到标准比好啦，我真正变到老尴尬。所以讲，我嘛唔敢害怕，一直咧家己超前互伊办活动。那么伫这新的这个一年当中，伊爱在做人民的过程当中，爱来思想去甲做一个鼓励哦。啊，所以我本来两礼拜要邀请伊去台北来体会班，甲伊做见证，因为前个月要请伊去时，伊袂当去，啊是伊互我去分享。那么这个月吼，我都来邀请伊去台北。啊！伊拄仔要听互我联络，讲是安怎去哦？啊，所以伫这个徐小姐今年嘛，吼，咱亲身体会着讲因果的这个属性，啊，这个科嘛。那么重点，咱天道的属性，哦，天道，若无天道。